说宝章什么事？读一下二路那个分明。啊？雷飞，你知道二路住的什么人吗？我知道，都是高级的人。你既然知道住的什么人，还跟我说？没看到我在忙吗？哎，我就组一个信息，到时候费用你从我工资里边付。啊，说你这个人一根筋的性格，啥时候能改改？我在忙。俺妹妹在这边读大学，她这几天她要来看我。家里平时的条件不是很好，我就是想让她住几天好房子。哎，你要是不住的话，我再去其他地方看看。等等。这是房间的钥匙，你拿着吧。等你妹妹走了，记得还回来。谢谢大小姐。去吧。妹妹，这是俺公司的娱乐区，可以打台球，还可以健身。哥，你真有出息，搁真大的公司当领导。那可不是你。哥，这个是在玩的。不是，你这个岁数，那个白球打的一堆。我说，哥，你真厉害，我们要肯定向你学习。我跟你说，妹，我哪有跟你咋说的？付出肯定有回报。你现在你啥都不用想，你就好好学习。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还有，你看看哥给这个这么大公司当领导，一个月10000多块，哥再给你打钱，你都收住啊。我知道了。咱再去那边看看啊。大姐，钥匙还给你。你妹妹走了吗？走了。这次谢谢大小姐，我以后肯定好好工作。对了，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妹妹下次来呢，你就直接让她住我房间吧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还有啊，这次的房租不收你的了。那不行，那咱说好的是租，必须得根据程序走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这个一公斤啊，我服。行了，这次的房租呢，就当是给你涨工资了吧。哇！谢谢大小姐。去吧。走。哎，大小姐。戴飞。我正在赶往公司的路上，等会儿有两位客人到公司，你先帮我接待一下。不是，我只会站岗，我不会接待。我就是要锻炼一下你，他们到了你就挑好听的说就行了，就这样。挑好听没说？嗯，挑好听。哎，你好，挑好听没说？啊？哎，不是，那个证件。哦，你看这家公司安保。嗯。高大威猛，玉树临风，这站姿，这精神气儿。不是，我说证件，证件。同志啊，你叫我挑好听的说可以，这证件什么证件？我跟你老板说好了，我们来谈项目的，有人来接待。哦，你们就是刚才俺大小姐说那两位客人吧？对呀、啊，对对对、哦。不好意思，来，里边请哈。哎呀，你不好意思，你这个人呀、啊，真不好意思。两位客人，先喝杯水，大小姐马上就到。那个两位客人贵姓？姓于，姓张。啊，于总，张总。那个于总是哪里人？青岛的。青岛的？我去过青岛啊，青岛发展可是不一般呀。有句话咋说嘞？山东的济南，中国的青岛。现在青岛发展的把济南都甩老远了。还好。那个张总是哪里人？济南。济南。济，哎呦我的妈！不好意思，没那个状态了，没那个状态了。其实我想说，济南也挺好的，是吧？那你说济南哪好？济南，你看济南的武当山挺好。不对，那个，我没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，嘴坏的很。你妈好，我让你去上班。我太难了。那好，请收拾证件。我没有证件，我上楼找个人。你找谁给谁打电话，让他下来接你。刚才打了他没接，可能在忙，通融一下让我进。那对不起，没有证件我不能让你进。你这人怎么一根筋呢你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我只认证不认人，没有证件你就是不能进。哎，你还硬闯了你还？你扒拉我？我扒拉你咋了？你知道我干啥的吗？嗯，我练太极的，4.4千斤，明白吗？你还太极？你再极，你没有证件你也不能进。我不比你厉害，看看你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是吧？哎呦我的妈！你别笑！哎、你能啥了？你搁这花里胡哨了？你搁这？你还偷袭我你？我还套路出牌啊！我告诉你，接个电话，打来了。喂，
我早就到了，你保安不让进的。这保安很牛啊，这个保安。啊，接电话。喂，南飞。啊，队长，你是不是拦了个人？啊，对。这跟这花里胡哨的，他影响我的工作呀，他不讲理啊他。没有发生争执吧？那没有。咱这个素质在这儿，也看他年龄大呀，不然我两下我就给他放倒了。别跟我扯其他的，赶快让他进去，那是我大爷。那是我大爷。大爷，你进去。谁大爷？你是队长他大爷，也是俺大爷。啊！大爷，你在？知道我为什么叫你上来吗？我知道，肯定是昨天接待的两个客人的事。我都说了，我只会站岗，我不会接待。你都不知道最后多尴尬。让你挑好听的说，你说那些干啥？不是，其实通过这个事儿，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。啥道理啊？那就是做人还是实实在在的好。比如说，你开头说的话都不靠谱，那肯定也是以不靠谱来结束。比如呢？比如前几天朋友约吃饭，约好的时间我都提前到了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说在路上，本来也没有多远，一个多小时过去了，他还在路上。这就是不靠谱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要我别说，说到就要做到？对，还有咱公司总经办的那个张主任，他说给我涨工资。一个多月都过去了，也没有给我涨，他也不靠谱。那我问你，什么是不靠谱的话？不靠谱的话就是在路上。还有俺队长，前几天他让我去给他帮忙，后来他说改天请我吃饭，我都当真了，他早都忘了。那这话要是你说呢？那要是我说了，我肯定做到。做到什么？做到那比如说我说改天请你吃饭，那我肯定请。好，我同意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不是，大家我的意思是，德飞，你说你请我吃火锅，就点这点素菜，啥意思啊？不是，现在女孩不都是喜欢吃素的，减肥。就这点菜啊，不过地钱吗？我问他家过地免费。这么会过日子？阿妈说了，在外面就是要踏踏实实，不要为了面子打肿脸充胖。其实我昨天我跟你说了，就是打比方，然后跟你绕进去了。那我既然说了，我就得做到。以我现在的能力，我能请你吃个火锅已经到极限了。赶紧吃吧。我待会儿还有事儿呢。大姐，你吃吧，我不饿。戴飞，你是不是怕菜点多了不够买单啊？大姐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这个月发的工资，我给俺妹妹打生活费了，所以。好了，吃吧，这顿我请。啊？但是，等会儿我公司有个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办。好，大小姐尽管吩咐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服务员，再加点菜。好嘞。我现在有点事儿，你慢慢吃啊。好，炸鸡馒头。多吃点。服务员，把剩下的给我打包。哎，你好先生，打麻烦买一下。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就是那一桌，刚才俺大小姐不是买过单了吗？我都看到她卡都放这儿了。她卡是放这里，但卡里没钱。卡里没钱？啊？不是，我不是，老板，你看能不能有这个情况？就是我想给你付一部分，然后我过两天再来给你付。啥意思啊？你想吃霸王餐？不是，你误会了，我的意思就是我今天。带的不够，我过两天我一定给你来付。那不行，我又不认识你。不是，
咦，大小姐，我以为你走了呢，你要走了我都走不了了。什么走不了？我就上了个厕所，这不卡还在这儿呢吗？怎么可能走不了？美女，你这卡是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拿错了，那个是我刚开的新卡，这给你，不好意思。大小姐，你吓我一条半。大小姐，你吓我一条半。